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天南海北，暗天无边。木水难解，甘苦人间。人爱的情，随风热情，人才引风，将梦吹散。天娘爱行，君子爱扑娘人，日夜的拼。莫言莫叹，却开不惊。夕阳深，黄天树下。做嘛干啊？你不来，你不来。俺说，俺有，俺拿文件订过两篇，俺有一件事情让你搞。好，走走。最近放了点蛇窝，闹事情，俺见面找拳头，都分组时候抄文件去给我看了。忙的事情按两钟啊，是气氛一般的啊。如果唐工上得很强哦，动不动就一人的。哪几啥？阿明记黑没黑亚都街啊？阿明记给有啦，还有天线修的来啊，空，军宝厂的来啊，天线，哦。那个特性秀的来的云飞就在嘞，俺兄弟弟，俺兴奋，那两边黑毛运动啊，那个俺是经过顺便来到运动，重生啊。想看马街哦，你拿去看了。那两位哦，没马街便宜那工作跟你讲清楚，这件事情哦，就免提在提啦。
讲了啦，讲了。好嘞啦，保重。这下很用的好的，事情也处理好的啦。告状、分所状，还记得假状，这心肝就动摇啊！看那生意还衰，就原谅不得了。好啊，预约费每分钱加了120元用啦，按私家要负责啦。他那待了3年，那人会回心的呀。你啊，件事情那不免挨哦，那人会回心的，那人会拜托哦。那是恁先吼，待恁前去吐假债，那还明气嘞？讲都明气，我还说不是看我安路嘛那生意，对个顺差单人太衰长，讲我还没太你不能吃面，不给你打了半死啊！你讲嘛啥？好了好了，这科长啊，对伢来还算好啊。伊就发现哦，到这礼拜五下课的时间哦，一个警察科的报道啦，科长又讲，伊派一只专人哦，专门训练伊个日本精神，而来训练到日本人啦。伊让伢来土转伊啦。回来，马上住！不叫你偷偷跑，他是那的狗熊莫奈斯。你困了，打不打呢？責任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。これからはみっちり教育してもらいたい。行一班啊，总嘛该修行课啊，你就老给当做给我配就好了，唔会管去啊。爸爸，阿弥弟呢？阿哥又买唔准了。安心兄弟耶，
你看，家都全无通知，平安转来就好啦。阿芳哥弟唔得要去抢的，我弟唔识青刀苦，农作方面也轻松啊。提到讲，到审判的名单提到有六三人，不是稀数。提讲有五，挨了阿亨哥，还有放弃一条的。也包括
的梦乃亲门女，希望做得毕业的，较做一点的本兵出来，受实的委屈。明弟，我也都亲弟的啦。就要说，爱弟，那班医生，改条是白讲的，是一种特殊的肉体训练，也本来只带个分享过来。对抗统治者有天道的方式，中华牛人类是用一等激烈的改造，改就是爱刘明鼎。转去翻的呐，转去看伢爸伢妹，好唔？你俩个样的，样板转去，伢妹看到，会更加伤心咩？家去包个也好了，先上去旁当，所以搞木了。木水了后，又做得了秋阳树，扛下来打拼。稍微做得结婚了后，咪出来条事情，你想想下咧，咪敢做得？好个啦，好个啦。有乜个事情，他敢做得参详呢？就为了放弃，解除了婚约。好了，你同阿妈去参详了。
手，莫记恨啊！听讲银两啥，出去行行啊啦！伢爸也哈多查埔家乡，老几杂个杂农，恐吓组织一杂少壮人合作啥，去看看啊啦！相信爱，爱了也为你好。俺母爱悄悄恩人同俺进门，俺家有咩唔歪？俺做出广告嘞，俺要行做装饰的东西，俺冇计较。你无爱面粉，你唔惊营销？你去到哪位？我出台到哪位？放机！你顶你两下，都该讲嘛该无？我当然滴啊！你做文化员工，我袂去，你袂跟住通，我袂强下去。不过你做嘛该，你头像会惨着叫。放屁！你们会安怨好吗？我不会哀悼你。我要做马街，你咩冇爱来管我？跟我国防局切开的事情，很强哦！山东的查埔真硬气强。嗯，真硬当强。不过，一想到咱两艰苦的身份，就无强嘞。记得买太熟的沃卡，
那是我的。属神的使者看得到慢慢的王建勇的和彩。不过灰沙潭呢条险太架改作渣的。所有的时刻都要用呢条来做标准。台湾只有一本纪念作枪呢。你我强送掉的名字神发敌度，除了政治之外还有青铜事情和关心吗？那是县里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取得青岛农民的信用。啊，农民的土地，那哪里赚来啊？哪个事情都解决了啦。嗯，应该个社中人的田地问题吼，就清好了。这样呢，我哋就会生产比较好。哎，没电，还没电，老来啊。哦，就抹店面料。三明丁，三明丁。哦，明丁哥，出去见面了。两傻，越来越强。你还没有假装去困难没？你还没听你转来？想到底哦，一下困到你，他会强坏的。阿爸，你那个样，样蛮转气。阿妹喺看到，心肝艰苦似的。等过一部长来讲啊，也拄得啊，是哈皮带有当转去吼。弟弟，你老放弃回事。阿爸，你阿哈有一个希望，你老放弃两啥，结婚了后啊，因你想办法卖伊地天，做得自由开垦，你两啥好好阿做，老李阿威啊，变成一个好位素材，安安乐乐过日子就好了。
有三年嘞，上一摆啊，当伊穷下度了，所以吼，有三年嘞，错冇？计量说，伊长了两岁，含起一个眼骨哦。 爹哈，差不多要讨姑娘嘞，明天啊，你记是要老方去结婚啊？还讲过嘞，无要紧。 嘛，该无安静呐、啊，二弟哦，根本应该都总落去哦，我话都，话都你哦，有本事做起嘞，想到你阿妹哦。 就像看到伢妹一样的，阿弟，阿妹会伤心难过的，伢很爱托福气，该咪讲唔过去的，那我原谅啥啊？ 过一百年的神法，那会做就好嘞。爸爸，那也是我老你讲的，你好退休了呀，你唔再个参农族的事情，辛苦安久。 三万种的用佛山，买到一点运气，唔多个生活诶。阿张都敢想，邱永硕一定有几个计划。亚德威，真有可能，我系汉二百农族诶本土。无。 三米上梯的，人家就先过去啦，然后明天就带我发稿。
研究，俺们难以言讲。谈判，抗争，用青铜的方式行过了。对抗清明政府，用再讲是行不通的啦。今日就绝对爱卡刀、卡冲的，老去拼，漳州的改变就会难。明弟。明日就向下来经营玉佛山，我今朝也得为做得发展到天下武力真重要的所在。接落来，阿亮子呀，一家就拉嘞。好啦，唔是十万多啦，也唔好本房基地。当地黑暗摩眼，我也请地主，他出家对他也亲有主见，也唔免来讲会通的啦。俺无想爱放弃，行到外面那条路的，甲踢财过来，俺无应个爱个人。哥你也中意，我喺切嘅感恩嘅，如坐干嘅时节，我就结天铁咧。你喺结本热了后，我了面顶，我行几条路，放弃到地都出家落去啦。好。
所在。来公公，每日听我听的伊，不过，迄是咱农讲，咱是咱土匪婆。你又好哭呢。阿明基，阿公，阿明基，很久没看到你哦。好冇，我会认真读书，我唔会上当。费子先生呢？费子先生还会打你冇？唔会啊，伊讲我系好工。好骨面。
阿明姐啊，来让你讲一下跳摆的句好吗？爱在书上看到的句，迄个台湾高山著名的传说。跳摆的准人，是一种真奇怪、真特别的生物。一天时节，就会向上求了淡水河的比较浅色。烟花，一天我过一街下，才懂什么叫做浅潭的大浪出自，都像我当初的时节，带点回台云台色，就转到台海。过来，叫我鬼太远呢，就转到自己主公出世的古老家乡，年年安阳，岁岁穷养，千万年轮不变，永久就唔会唔记得，也唔会创造。不过，就有一摆，记得嘟嘟嘟淡水河底部。上网上叫大乱的时间，没想到我天然梯边太梯同变山，河巴沙本去封铁呢。结果，几条就安样，本去管到海多潜山散落的度，再过也转到故乡呢。太奇怪了，是啊，高山准去安阳本隔开，故故时时无落无错的准。不过近排都潮风起，同寒来的时节。看不时头，就开始把转到家个梦。既然个木柱地背，永久留定一部故乡个样个。阿明姐啊，你就喺台湾。高山准悲伤的命运，但是其永久都不会不记得其的故乡。阿明姐，你也不好不记得，你是生长在台湾的你，日本是外来的统治者，你为脚踏的所在。藏在你真正的故乡。你啊，你永久也不好不记得。对吗？对。Thank you.
不准过这回了，米奇。有疼痛吗？有疼痛吗？哎呀，天公啊！还不准过这回，还不准过这回。哎呀，米奇啊！还不准过这回。Нет, нет.